321专用。我操，一件就出五级皮，新买的号给你报销了。梦幻西游不愧叫梦幻西游，前几分钟还亏得裤衩不剩，下一秒一件就出五级皮。玲珑宝图挖完以后，挖出的东西好吧，你不打难受啊，打了老板难受啊，所以说玲珑宝图不挖啊，看久了没意思。一般游客的套路开始说挖，挖了一半说别挖啊。老板说挖了可以打，老板说挖了可以打，兄弟们挖不挖？安排。先挖两个奥莱啊，162.21啊。挖得挖成套的，你只挖一个书没有铁还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玩意挖得挖成套的。懵了吧？我靠，血亏！原本是挖120戒指的我，挖出了一个2级的光芒石，175.68。来继续来耳饰戒指铁啊，最高是100的是吗？啊，60的啊。墨家村普陀山和大唐境外，墨家村和大唐境外应该是挨着的啊，310.94，跟强化石对比就能比出老板一个玲珑宝图大概是多少钱游戏币了啊。一个玲珑宝图假设在普通服务器的话是3000积分，对不对？3000积分可以换两个果子吧，起码一个得是啊120万玲珑宝图，玲珑宝图差不多一张120万。好，又是一个铁啊，2个60级铁，不行啊。墨家村50.59。算球吧。好了，老板的5张玲珑宝图挖了还不如不挖啊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真正的逆袭了。老板，我要给你挖出高级魔兽要诀啊，找你们去的高宝图。你们去的高宝图365万不贵啊，咱们挖不成品的。第一张经脉高神长寿郊外高夜战3800万了，墨家村壁垒啊4000万，大唐国际高神6000万，6000万加高神啊啊8000万，8000万再加江南野外感知啊。好了啊，咱们这波受决的话大概能卖，能挖出8000万的啊。国境有高神吗？境外吗？不是啊啊，国境是法联154.97啊，动物园啊，动物园不亏，为区内的兄弟福利吗？啊，两个境外的一起挖，墨家村跟境外一起挖，国境和郊外的挖一挖啊，不亏啊，为兄弟们创造了一个变异的机会啊。记着，梦幻西游第一唯一的一只变异护卫也是通过动物园抓到的啊。纳尼？来，高级法术连击450万，第一烈火也还行啊，也还行。来吧，兄弟，墨家村，老板简直是挖图黑洞啊，干啥啥不行啊啊！不过刚才老板刚才跟他杀了一把地煞，杀四星地煞跟玩似的啊。老板也善于欺骗自己与欺骗别人啊，用了一把自我陶醉啊，自我陶醉相当于 PS， 相当于美图秀秀啊，相当于美颜摄像头啊，其实也可以啊，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，对不对啊？你打的数据多，你队友看着都感觉有劲儿啊。63.54，来吧。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好了，最后两个高神没有办法了，必须得出高神，不出高神凉凉拉拉啊！你看这是不是咱们挖的？我跟你讲啊，挖的宝宝一定要上去拍他啊，他血多皮厚啊，要不暴毙他都死不了，死了还能得500钱和500经验呢。你这个超专家，帮我再塞。这个解释完美吗？啊，本来想是一个演示，证明他打不死，结果老板的宝宝又有高连又有高臂，直接给他们拍飞了。早知道我自己上去打一下了，182.182.100，会不会跟我棋坐棋有关？下坐棋，高级神又复生，206.85，完了，再下坐棋啊，马上要开始估价了。好，一本高神，让今天的这个资源完美一点，所带技能高级。神又复生啊！神又啊复生，怎么说，兄弟们还行吧？正常水平发挥啊，信念在的啊，宝图资源起码是不亏的。玲珑宝图挖出了2个60级铁啊。Later， 老板说想干个大的，来吧，就一件军火，给你鉴定个130的衣服，我祝你换衣服。
321专用。我操，一件就出五级皮，我操，衣服更新了，老板新买的号给你报销了，我操，小说也不敢这么写，我操，老板，这个号之所以我们之间感觉有他妈一点不上不下，剩下的钱说随便干一干，我寻思大点干早点散，有无级别武器没有无级别衣服，这他妈多尴尬呀，一件就出了，兄弟们，有点畜生，开始给我酸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衣服的属性吧。我们的衣服只要不是白板啊，白板也开心啊，但是不是白板就更好啊，我就说我得站起来啊。老板，买号的钱给你报了，你白捡了一个号，无级别特技单加敏捷，特技没有卵用啊，这个号是120000级买的，我忘了啊。哦，操，一个挂着官方的头衔的人在上面打了严查，沙滩号发了个警示啊，太他妈气人。